继续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，今仔日登去伊的故乡嘉义来做事，是甲赖清德呛问讲：“你甲两岸和平当作家己的使命，那呢？赖清德，你感觉算是反对台独的？”另外，那被双方的幕僚金宝聪甲黄珊珊，明仔载下晡就要见面来讲合作。侯友宜是呼吁国民党对那被合作要释放上大善意。侯友宜讲，伊家己嘛一定会相忍为国，就是为着国家的前途甲利益，伊嘛会做一定的让步。对唔过，含时大人同齐做体操运动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转来到家己故乡拜票，唔那要过家己条脚，嘛甲民进党骂个正惨。赖清德昨天造势强调会把两岸和平当作自己的使命，是的。台独的金孙，今天你在选中华民国的总统，我们要遵循了中华民国的宪法，你有没有遵循吗？你有没有跳出来反对台独吗？民进党政府做啊里里拉拉，贪污腐败，官商勾结，好多的事情，你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哦，你是为人民，还是为新潮流？除了会的专区骂赖清德，侯友宜也派金宝聪和黄建庭，今日明仔载和郭定贤、黄珊珊、周如秀坐来谈。那也带头的金宝聪，目前赢三大选区，对这摆会谈的主题无说白，让黄珊珊坚持要民调和辩论，加上可认为是主政派两边的经验和立场都有相差，敢讲了会成，无人知。团结的在你的所有的力量，不管是哪一个党籍，甚至无党无派。大家都可当团结起来做伙，下架贪腐无能的民进党。那被协商，敢会当达成共识，现在听。不过听讲，侯友宜并不是惊比民调，是认为民调可以受到外界影响，安尼辩论就可能表现较真歹。这不应该是选出总统的绝对方法。不过为了让步，侯友宜关系放软汤。那我相信柯市长也会有这样一个想法，我们一定会两个共同努力。而且我个人一定会相忍为国。一句相忍为国，敢是让步意思？还有国民党要有上大包容的好友机，嘛，让那边下有机会看到希望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